我前几天哦，听到有人说那个易川老师有没有？易川老师被人家笑 low， 你知道吗？啊，大家知道这件事吗？那其实我听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应该要澄清一下，不是讲话好笑就是 low， 你知道吗？讲话好笑，然后又有这么多洋洋洒洒之力，这叫幽默。什么叫 low 啊？如果你没有这些洋洋洒洒之力，然后从事政治工作就只能搞笑的话，那叫低俗。不，杨志良站在这边，你会跟他讲什么话？文言的，我们是很有气质的。是，我们又要跟他讲说，把你那些旧思想，我上你九十二头啦！